好，这次来玩这个凡恩呢、啊，伪装圣徒的造型，试试看。好，一开始进攻的时候啊，会选择躲在草丛里面，等到倒数差不多的时候才会出去。啊，没有勾到。哎，刚好有一只，我在草丛里面。哦，抓到对方的凡恩了、啊，先把他干掉。哎，躲起来了。哦，中了中了。哎，娜塔亚在对面啊，把他勾过来，过来吧你。有死！哎呀，被抢走了。哎，是我打到了。有人答应给我死鬼炮。过来吧，不要再走。阿莱斯特是我的，有杀，碎啦！这叫凡恩定律。喂，好了，过来。哦，抢到哦，双杀！哎，刚好被晕。哦，哎，差点被他勾到了，去死啊勇！哎，被抢走了，走过来。差一点，哎呀，娜塔亚被卡莉击杀了。有人答应给我死鬼炮，大招哦，被他逃走了。哇，卡莉强哦，卡拉不要走。把你定住！哎呦，哎呦，不错哦，被卡莉吃掉了。好。哎呀，勾到阿莱斯特。哎呀，刚好他们被定住了哦，双杀，对哦，再来抢一个，抢一个。勾过来，是谁？反恩啊，快点把他吃掉。收头了，还躲？跑什么啦？哇！哦，勾到一个，那谁？勇吗？娜塔亚，别跑啊！你再跑没有用的、啊，受死吧你！是我的飞镖。没有中了。哎、欸，被定住了，打啊打啊！哎、欸，我被抓过去了，哇！被收头了，没关系，赶快买武器啊！好，这次准备要冲了。收头是谁？阿莱斯特，抓过来是谁？娜塔亚，赶快收他头。碎啦，被我抢走了。来，再来，收过来。还怕有？哦哦哦！秒杀呢，双杀娜塔亚，四连杀！哦哦哦！是谁？塔拉！哦，四连杀！刚才五连杀了，是谁？五连杀的是那个凡恩。哦，飞镖过去了。刚才又击杀了那个娜塔亚，所以应该是六连杀了。你看，两个五连杀，所以他其实是一个五连杀，再一个六连杀吧。他上线应该是只有一个五连杀。对啦，这是传说中的六连杀吗？没电了，刚才被收头了，哈哈，冲啊！哇，已经杀16个人了。不要跑啊，躲在草丛里面，快过来啊！被定住了。
过来、欸、，miss， 啊，我太冲了啊，被定住了，没电了。好，再一次，冲啊！哎，我那钩子啊，这钩子可以用吗？哎呀，他跑走了。哦，踩到钩子会扣血，扣1500。哦，哟，他闪过喽，风骚走位，死啊你！是我的飞镖。哎呀，被击杀了。随后随后，快赢了，快赢了！勾过来，那啥呀？真是狂！来，是我飞镖，射！哎呦，反正在后面偷射我！哎呦，被勾过去了！哇，圣剑跟加1000滴血的护具啊！不小心吃到补血包了，不好意思。快，宝箱赶紧拿过来啊！哇，跑很快哦。啊，不追了，不追了，我现在躲在这框框里面了，我就快赢了。我过来，谁？一勇啊，吃掉他，快点！他 PK， 哦，好痛啊！哦哦哦哦，差一点点哦。快下他呀！刺头，刺头！哦、打招放了，被他干掉。哦，有人在草丛，跳过来，中了，再次 ，CD， 快赢快赢，啊，吃掉他，吃掉他，快，快，喂，抓快，是勇啊，哦，去哦，哦，哇，睡哦睡哦，好，这集先到这边了，5连杀，应该是6连杀才对吧？